里买化妆品最划算的话，一定是来 CCS， 有超级好 deal， 堪比黑五价。只跟 Lia 来 shopping makeup and skincare。CCS 全名是 The Cosmetics Company Store， 我想洛杉矶喜欢逛奥莱的朋友没有人不知道它吧。它不仅经常有非常好的 deal， 而且产品种类丰富，日期还特别的新鲜，关键还都是大家喜欢用的好牌子。莉亚每次一扎进来就不想走，现在基本只在这里买 skincare 的产品，都不怎么在其他地方买了。今天你说巧不巧，刚好碰到店里搞活动。9月23号是 Fall Beauty Blowout 第一天的活动，众多大品牌的都是四折。Esmodo 雅诗兰黛、倩碧，还有 Dr. Jart， 悦木之源、Game Glow， 还有朵凡一系列的品牌都是四折起，而且货真的超级全。妈呀，黑五也不过如此了吧？我婆婆突然发现了好东西，这是朵凡。这特便宜，对，这个原价300多，现在才80多、这个价格偶尔有，太少了，我一直在等这个价格，拿五个。这些是我婆婆从75% off 的架子上拿到的5个 Darfen 面霜和2个眼霜，还是最高级的银钻系列，它里面有超强顶尖的抗衰成分，包括深海海藻6胜肽加3胜肽。我婆婆特别喜欢这个质地，因为它涂开是黄油的感觉，非常滋润，用后也很细腻光滑。打完折居然只要77块。她说上次见到这么好的 deal 还是2年前了，当时还只剩下一瓶面霜，她跟朋友还抢来着。我更适合 Darfen 家的多效舒缓系列，维稳王者啊！这里面有山茶花、洋甘菊、牡丹花等提取物，都是用来镇定的。还有波波与泛醇，闻起来是淡淡的玫瑰香，摸起来是冷凝霜的质感，一点都不油腻，很适合冬季保湿。倩碧超强功能的镭射精华，原价275一瓶，现在67。雅诗兰黛红石榴水才16.8一瓶，微晶水也价格好，拿4个。悦木之源也参加这个活动，套装更划算，200块以上才有这个赠品。250块，看看我买了啥。今天战利品买了2个雅诗兰黛的维晶水，买了2个红石榴水，买了2个 Too Faced 的眼线，然后买了朵凡的面霜，还买了一个雅诗兰黛的红石榴面霜。我婆婆也是疯狂的扫荡一通，现在准备结账啦。她买了4个 Darfen 的银钻面霜，2个眼霜，一共400多块。她说这简直是最划算的一次购物了。那值得注意的是，29号就要截止啦，早去一天就更有机会买到，大家安排好时间哦。我是好视频 Lia，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全新打造主播探店栏目，为洛杉矶大小商家提供一流的视频制作和探店服务，餐饮美容推荐，新店开业为您推广业务，提高知名度，一站式服务就找主播探店，人气主播任由您选，详情了解扫描微信二维码进行咨询。